我们要下去了。我的 Heaven， 我是 Tara。 之前上一支谁说新竹不好玩真的是广受大家好评，那我们今天要来继续颠覆大家想象，让大家知道其实苗栗也非常好玩，而且今天要去的行程都是我自己真的非常想去的，像是铁道自行车跟苏维拉庄园。是时候要来把清单打勾了。我们今天都会用电子票券来玩，所以用一只手机就可以搞定了，这个超方便的。苏维拉庄园啊，是南庄这里的山林秘境，然后它特殊的园区设计我觉得就真的超像童话故事，超梦幻。看我们这个后面的蘑菇屋，这个蘑菇屋是这边的民宿接待中心，因为我们现在走进来的地方就是这里的民宿，但另外一边也很可爱，好像是造型比较不一样。对，还有我刚刚看好像是外面有围着那个植栽的样子，就是真的很像那个树林仙子。旁边这里还有一条路可以下来，然后这一栋超可爱，你们看，那旁边有两个一定要玩的溜滑梯，我们现在带大家去玩一下，走。我们现在在森林溜滑梯的入口，这个可是有75公尺长哦，超长的，感觉超好玩的。对，来到这里一定要玩的，大人可以不用带护具没关系，只是小朋友就可能一定要带，就保护他们安全。好啦，我们去玩。我现在坐上这个滑板车，我下去了。等一下，好紧张。下喽。对面有另外一个巴纳纳溜滑梯，然后它又被称作恐龙溜滑梯，因为它上面有三只可爱的恐龙，而且它有声音呢，好酷哦！天哪，这拟真呢，好可爱哦！下去了，好下去玩一玩其实也有一点累，因为我们连续玩了两种溜滑梯。我们现在来到庄园餐厅，要去换冷泡茶。我们除了刚刚电子票券换的冷泡茶之外啊，还会给我们一个实体票券，它可以折抵消费100元，然后还可以合并使用。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没有办法把整个园区都走遍，在里面一点还有像是天空凉亭啊，或者是瀑布咖啡厅，那里都很值得去。这园区其实真的是很多地方好拍，晚上景色又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这也就推荐给大家。那我们前往下个行程。嗨，我们现在准备要去铁道自行车，但是因为我们的电子票券里面有附三义跟南庄的通用消费券，然后我们刚刚开车就经过了小记黑糖糕。有人说你来南庄如果没有吃到小记黑糖糕等于没有来过，我们也去买来吃看看好了，到底有没有这么神。走，这个消费券其实有很多店家都可以使用，像是黄金传说窑烤面包也很有名，而且它走路2分钟就到了，你们时间还够也可以去那边吃个面包再走哦。那我们就先去骑脚踏车走吧。耶，我现在超开心的，我超期待这个行程一定很好玩。反正这边路线还有三个路线，我们今天搭乘的是 A 路线，是从圣心车站到龙腾断桥的南段秘境，而且每条路线都有固定的发车时间，你要提早30到40分钟先来换票，我们就先进去吧，走。已经换好车票，然后在外面这里排队，因为那个自行车是2位或4位，所以如果你是3位来或是2位来，有可能会跟别人并，就是看现场的状况。已经坐上车了，然后的要系安全带，这有那个置物空间，对，篮子，然后后座有那个可以放自己的东西，很棒，椅子也可以调，就是可以往前拉，就调到你适合的，适合你，不然你就惨了。是在哭吗？我妈出发了。进来就是1/2号开天隧道。看你旁边那里是
道自行车的限定视野。我们把车子停好，会跟着导览老师去南断桥秘境，走一走看一看。停留时间要20分钟，这是原本的断桥样貌，然后现在就断掉，就变成这样。从那步道走上啊，这边就是渔人面店桥，这里的啦，很近哎，非常近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找到我们的车号啦，大家一定要记得自己的车号嘛，因为它来回同一台车。好，我们上车。好，我们要准备回程喽。我们已经体验完旧山越铁道自行车了，这个行程果然没有让我失望，真的超好玩，拜托大家要来体验看看。哎，很棒一点是它这边的车是电动车，所以我觉得也很适合带长辈跟小朋友来体验。大家一定要记得先上网预约，那我们就出发下个景点。站来到三义的压箱堡旁边就有专属停车场，而且除了 DIY 之外，也就是免费参观哦。那我们就进去园区逛逛吧。你们到三义压箱堡的，那其实我们是做传统雕刻，因为其实三义它的木雕在台湾来讲很知名，所以我们工厂已经57年了。那我们转型做观光，其实是在91年，我们有个 DIY 教室。这五个都可以选吗？还是这三个都可以？因为我们是用好玩卡的电子票去拿，所以就是从这五个里面选一种，就是鸭子、天鹅跟水鸟。哇，它比较胖，它最可爱。好啊，那我选这个。好，我们现在穿好围裙，要准备来画画喽。来补一点黄色。这是老鼠。什么老鼠猫啊？你才老鼠嘞。这个烘干的隧道这么长，从头到尾要9分钟，所以我们要等9分钟之后去领取我们的小孩。我们的鸭鸭已经烘干出来了。对，我的建成，我的叫浴火喵喵。我刚才帮他取了一个名字，他叫维须米鸭，2岁。我觉得这真的很好玩呢，而且这边假日还会有咖啡厅开放，然后逛园区家彩会，我觉得大概留1到2个小时会比较充。这边又离就三义交流道跟木雕老街其实非常近，可以顺便来个一日游这样子。苗栗真的很好玩呢，我下次还要再来。那我们今天整天的吃喝玩乐都要靠中台湾苗栗电子钞票来完成的，就是不用安排行程，不用担心不好玩，真的超方便，真的。想知道更多资讯的话，记得到中台湾好玩卡查询哦。而且有想要去苏维拉庄园的，一定要在这里购票，因为这是市面上最便宜的套票组合，子女省起来。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喜欢我们的话记得订阅我们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我想看我们去哪里玩，可以留言下面跟我们说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